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这一系列我们分享雅各书，我们讲到智慧，生活的智慧。而最近这几集讲到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会有一些难处，会有困难。其实我们华人也喜欢讲说，人生不如意事本来就是十常八九，而上帝允许这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会无风无浪的，总是有一些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而圣经说患难生忍耐，的确是这样。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，我开车急到会按喇叭，我们家小朋友都说，爸爸你有开车躁郁症，你开车怎么那么急，我性子很急。但是就说过去这一年生病，在生病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慢脚步，你不得不慢下来，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你慢慢发现我的个性、我做事的方法、我的人际关系慢慢在被神调整。患难生忍耐，而那个忍耐会让人越来越老练。而在面对忍耐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在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里面，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也很难学的，那就是他说，弟兄们啊，在那个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彼此埋怨。在一个团队当中，大家一起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一个家族里面，整个家庭面对很大的难处，整个教会面对很大的难处，整个公司或者是我们这个部门遇到很大的难处，大家的都很紧绷。我想你能够体会，大家都在那个困难里面都很紧绷，这个时候最怕有人发飙，哇，有人爆起来了，哇，他一骂起来，结果大家每个人都好像一个炸弹一样，就差一个引线去点他。有一个人如果爆起来，其他人就说你干嘛，就开始闹起来。结果大家忍了很久的那个维持，能够冷静下来去面对问题的那个局面就被打破。所以在患难当中，我们要一起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抱怨。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面对很多他们在旷野当中一定会面对的问题，食物的问题啦，水的问题啦，疲倦的问题啦，方向的问题啦，这一两百万的人大家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是。可是你看他们在什么样的事上跌倒，就是不停的抱怨，不停的抱怨，不停的抱怨，以至于神愤怒临到这些人身上，说我给你们足够的恩典，你为什么一直在抱怨呢？那么怎么样可以不抱怨？其实我常常觉得是一个眼光的选择。如果我的眼光一直在面对说难处、困难，让我生气的事，让我受伤的事，让我愤怒的事，你一直在看这些，难免你里面那个情绪就会在发酵，那个愤怒的情绪、那个生气的情绪在里面发酵，发酵到有一天它就炸了。可是如果我选择是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在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，主的恩典够用，我仍然看见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，他的恩典真的够用。是的，没有水喝，但是主让磐石里面出水；没有东西吃，主让我有玛纳。一直看没有东西吃，你就会饱；一直看每一天主的恩典够用，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操练，不埋怨。来吧，我们归乡，造物主的荣光。当我对世界绝望，当我背起我的十字架，不要停止赞美，祈祷神大能的丰沛充满。我也兴起我，让我在他爱里存活。
高神耶和华，他是唯一配的，坐在得胜宝座上的王。不要停止赞美，祈祷神大能的丰沛充满我，苏醒我也兴起我，让我在他爱里存活。不要停止赞美，赞美他荣耀尊贵已覆庇我，定睛万有之神，用我全人心。不要停止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大君王。我们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他，哦哈利路亚，赞美他，哦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至高荣耀主。